如果没有猕猴的侵袭，每年椰子的产量都会为马拉图瓦岛上的居民带来非常高的收入。除了种植农作物，当地人有时也会捕鱼捉蟹，落潮时收集鱼饵虫，在蟹湖里钓鱼，并且几乎每次都能钓得非常成功。过去这儿的鱼类资源是取之不尽的，而如今马拉图瓦岛和其他周边群岛海域的情况正发生着改变，海洋资源也正在以察觉不到的速度逐渐减少。许多靠海产品谋生的岛上居民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。这五个棚屋里的居民虽然都有足够的粮食吃，但因为岛上无法种植水稻，他们也必须购买大米。越来越多的马拉图瓦森林正在遭受砍伐，这种现象在印尼几乎随处都在发生。鉴于马拉图瓦岛上人猴数量的不断增加，生存环境也在不断恶化，人猴之间的矛盾看来无法解决。猕猴被认作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动物，要让猕猴长期生存并有所保障，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一些保护措施。托马斯是德国格丁根灵长动物中心的猕猴研究专家，在视察旅程中，他发现猕猴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如果森林还在不断缩小，猕猴的数量必将不断减少。还有一些灵长动物会在树皮下面寻找新生层，这是树干的生长层，猕猴会在食物短缺时才找这些树皮吃。这种现象是否已经说明猕猴的数量已经超出森林所能维持的极限？猕猴在觅食时不仅经常遭遇弹弓和气枪袭击，椰林老板的狗也在守卫植物园，整个小岛到处都是狗的身影，猕猴身上也到处都是被狗咬过的伤痕。幸好猕猴一爬上椰子树便没有天敌了，而面临这些遭遇，猕猴似乎并不总打退堂鼓。假若没有人看到，一棵椰树足可以提供猴群一顿的美餐，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片椰树上的椰果。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。